色，然后出现在婚礼。对，虽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大型婚礼，可是对我来说形式上已经是了。对，所以就今天真的是开心的。那成年之后，我们要用大使的身份再呼吁大家来看电影。对，酷儿展的电影，我觉得其实台前幕后很多工作人员都是非常有心的在经营，那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同志族群的朋友在帮忙。那我觉得最主要大家还是要站在艺术啊娱乐的角度去看，然后不要贴太多标签。我觉得就是很简单，大家放松心情去看，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想要叙述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，谢谢。